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第一次备战通宵线上演唱会，除了必需品还要有仪式感，阿米们都是怎么准备的呢？最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调好我们的阿米棒啦。长夜漫漫，怎么能少了咖啡作伴？正好还是 idol 代言的，另外还在韩超买了瓶烧酒，庆祝一下，再备点小食以防肚子饿。再就是眼药水、护唇膏和防蓝光喷雾，补水防皂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全世界的阿米们总是这么有才又有爱，都会自己设计演唱会门票免费分享给大家使用，仪式感满满。另外我自己还用防弹随行杯泡了杯康普茶，平时都舍不得用这个杯子，只在需要庆祝的时候拿出来。最后看演唱会怎么能少了盲仔的舞鞋，阿米棒亮起， Love yourself， 冲！松鼠起来觅食了，我也要去补觉了。充满感动的一晚，期待线下演唱会相见的那一天。阿米们晚安和早安。